晚咧要去呢个尖沙咀嘅恐龙展，准备出发啦！今天我們的目的地是這個尖沙咀的海運觀點，沿途都會看到有很多一家大小跟我們一起找路。今次我們主要去參觀就是這個 4.6 米高的機動防暴龍。商場入面除了這個暴龍的展覽之外，都擺滿了很多小知識站。我們按照這個商場的指示，捐款就可以參加他們的遊戲啦。在拍攝的當日咧，直達呢個樓層的升降機咧就冇開到，淨係可以用呢個扶手電梯去上落啦。如果你有帶 B B 車嘅家長咧，就要留意啦，就唔係咁方便。拜拜，家樂哥。一兩。恐龙展就做到7月17日噶，而除了尖沙咀之外咧，同期仲有呢个时，咁除了尖沙咀之外咧，同期仲有呢个时代广场都有呢个巨型嘅恐龙展览噶，有兴趣嘅朋友去睇埋啦。
嗯。